这个不起眼的菠萝，或者叫东北话叫做破浪，这个菠萝呢虽然不起眼，但是是70年前买的。我们军队驻防到八义集，徐州附近徐帮会战的重要的据点之一。我们在那里，我母亲买的柳条鞭呢，在里面放针线活，放糖果，放水果都可以。我常常开玩笑说，妈妈，人家都带美钞黄金带到台湾，你带一个这个烂玩意干什么？他说这个有纪念性，是你小时候吃糖啊什么都放里面。我们从大陆撤退一直带着身边，虽然不起眼，但很有历史记忆，我们一直舍不得丢掉，所以把它保存起来，成为我母亲送给我记忆当中儿时最好的一个记忆，跟历史大洪流能够连接在一起，我要纪念到永久。